最后一部分我们其实会很快哈，今天我们其实只上到11:04，其他部分我们就不上哈。然后今天会有一些题目让会传下去，让你们直接现场操作一下，感受一下那个怎么样从一个档案怎么样去把资料存进档案，或者是从档案读资料进来，好，来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一部分第十一章是谈档案的部分哈。我们之前谈到的资料，就是说都是从键盘输入，然后处理，就直接在程式里面处理。处理完之后，大概就在萤幕输出。那当程式结束之后，什么都不见了，对不对？你只留下什么？只留下你的资料是在萤幕上可以看得到。那你如果是要把这些资料要能够比较长久的保存的话呢，那当然你还是得借助一些什么离线的资料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因为所有的资料在程式执行的时候是存在那个什么主记忆体，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在谈记盖，我们不是说记忆体有分很多类型吗？对不对？那在电脑主要跟电脑在做沟通的是一个主记忆体啊，就是它的 RAM。那当然程式在 run 的过程中间，你的资料从键盘输入到电脑里面的时候，它其实是暂存在主记忆体里面。那这些都是暂时的啦，所以当你程式结束就不见。那我们如果要长期的比较保存这些资料的话，当然就要借助档案哈做。那这些档案的话，就是一些所谓的像我们所谓的像硬碟啦哈，或者是随身碟，对不对？当然了，现在 CD、DVD 比较少了哈。那所以用档案才能够把所谓的这个资料能够 long term 比较长期的存在你的存在，来让你做之后如果还要再继续使用这些资料的话才可以使用它哈。那而且大量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主记忆体说实在一般也不大了哈。那你如果是要比较大的资料啊，像我们如果在做一些环境监测的资料，那个资料有时候一进来就是好几个 gigabyte 的资料啊，那好几个 gigabyte 的资料，你在电脑里面，它主记忆体其实它是用一些交换的方式去做暂存哈，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方便去保存它，所以我们要长期而且大量的保存资料的时候，大概就放在硬碟哈，或者是快闪啊，快闪 flash 就是你们的 USB 就是 flash 的一个记忆体。那我们这边主要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大概现在目前用得到的。好，档案的部分呢，档案基本上就存了一堆资料哈。那这些资料基本上是连续的资料啊。那这些连续的资料，它就是反正都是用所谓的用 byte 啊，一个 byte 一个 byte 这样去储存，所以它是一个位元组的资料。那这些位元组的资料一直一直存下去，它就有点像是什么？我们说过上礼拜其实有提到，它是一个 string 的概念啊。string 是什么？河流嘛。那河流是什么？源源不断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像一个 string 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叫串流啊。这个中文把它翻成叫串流。所以像是底下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资料基本上，假设你有 n 个位元组的话，它就会从第一个位置一直存到 n 减一这个位置啊，它就是一个 byte 一个 byte 这样去存进来。那最后每一个档案最后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结尾的记号哈，就会有一个 mark， 就是会有一个记录了哈，会有一个记录说这个是一个结尾。那这样的话，它把它存进来，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串流的概念啊。那串流，当然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尾巴档案的尾巴你怎么知道呢？基本上每一个档案都会有一个叫做 end of file 的 marker 啊，就是一个结尾的记号。那再不然的话，你还可以一个判断方式，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有知道它是几个位元啊，那你可以根据它的位元的数目去判断说它今天正好读到哪一个位地方，正好已经是第 n 个位元组。那这个档案既然有 n 个位元组，所以你读到第 n 个位元组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 end of file， 就是档案结束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利用档案的结尾的这个标号标记的东西来提示我们说这个档案已经读到尾巴了啊，那看接下来要怎么做啊。所以基本上常用的是这个东西了啊。那程式啊，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之前还没有提到这个档案啊，存在这种所谓的离线档案的时候，
我们其实程式任何的程式开始它都会自动去开启这个三个档案，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啦啊。那这三个档案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背后 background 就已经打开了，一个就是什么标准输入。那标准输入其实我们之前用的这个就是从键盘读资料进来，其实从键盘读资料进来这个也是一个档案啊，哦，对 C 来说它也是一个档案，只不过它这个档案是所谓的从键盘读资料进来的一个档案形态啊，所以程式开始 run 的过程中间它自动会有三个档案，那这三个档案会搭配它的什么资料流会把它自动开启啊，反正它就是程式执行它一定会有标准输入啊，也会有标准那是三个档案什么，就是标准输入标准输出还有一个叫做标准错误啊。那我们比较常用当然会用的就是之前用过的就是标准输入跟标准输出啦。那标准错误当然就是如果你程式 run 的过程中间有任何错误的话，那它执行的过程中间它会给你一个 error message 啊，不是编译哦，是执行的过程中间，编译有错误当然那是编译器告诉你的，那如果你在执行过程中间还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它基本上也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错误，只不过这个标准错误在我们一般比较少看到了，所以不管这个程式有没有从所谓的硬碟去读资料或有没有，不管只要这个程式在执行的这种过程中间它一定自动就会开启这三个档案还有它的资料流啊，就是标准输入标准输出跟标准错误了哈。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啊，标准输入标准输出跟标准错误这些所谓的资料串流哈，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利用这种硬碟里面的档案去读资料进来的时候，这些资料的串流都会有一个指标啊，都会有一个指标去跟它对应啊。那指标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了，指标是什么？指标就是指到记忆体的某一个地方的什么一个位置的一个变数啦哈，或者是一个常数。那这三个标准输入标准输出跟标准错误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档案的资料流的概念，所以它也会有之前我们就说过它会有搭配它的一个指标去指到它。那这三个指标分别就是什么 stand in 啊，跟 stand out 还有一个 stand error。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也看过吧，哦，STDIN STD 就代表 standard， 那 IN 当然就是 input， 那 STDOUT 就是 out 嘛，哦，那 STDERR 就是 error。 所以这个三个所谓的程式一执行就会开启的档案它基本上是用串流的方式来 run 的过程中间它会对应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就是这个 STDIN STDOUT 跟 STDERR ER 啊，这三个指标来指导这三个啊，这三个所谓的资料的档案的串流啊。那当然我们这个只是所谓的标准的了啊，标准。那标准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说标准输入当然就是从键盘嘛，对不对，就是踹过 N 遍了。那输出呢就是到萤幕，这个就是 default 啊，就是它标准就是这样。那 error 当然也是输出到键盘啊，输出到萤幕了哈，啊，standard error 它也是输出到萤幕。好，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之前我们 看过的都是从键盘从萤幕这样的概念。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从硬碟啊，从我们的硬碟或者随身碟要开一个档案的过程呢，它基本上也是要有一个指标跟它对应啊，就像 standard input 是 stdin 是对应到什么 keyboard 的这个资料串流。那如果今天这个档案我们说过存在硬碟的档案然后随身碟的档案，这些档案基本上也是一个资料的串流。那既然是资料的串流，我们要指到它去用它的话呢，也是要有一个指标啊，也同样要一个指标。那只不过这个指标当然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定义它的指标了啊，定义它这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啊，它是一个叫做 file 啊。那 file 是什么？就是 file 嘛， file 就是什么？就是档案。那这个 file 是一个 keyword 哈，这是一个 keyword， 这个 keyword 就有点像是我们定所谓的 int， int 是不是也是一个 keyword？ int 这 keyword 在干嘛？宣告整数变数嘛，对不对？那 file 这边也是一个 keyword， 这个 keyword 是专门在宣告档案的一个指标啊。
那这个 file 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file 其实是一个东西叫结构啊。那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是我们第十章没有讲的部分了哈。那当初决定说不讲第十章，因为第十章的部分就有谈到所谓的资料结构的这种概念哈。那这个结构是什么？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了哈。以后如果你们要用到比较复杂的程式的时候，需要处理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的资料的时候呢，也许你再回头去看一下第十章啊，课本的第十章，它里面会谈到这个所谓的叫资料结构的部分。那这个 structure 是什么呢？ structure 不是以后你们要读什么应力结构的那种结构哈，它反正就是一个，你可以把这个结构当成是一个集合啦，集合知道吧？有没有学过集合？集合是什么？集合就是集合，对不对？就不会讲嘛。集合就是，哎，真的不会讲哎哈。集合是什么？你们以前数学不是有读过集合吗？集合是什么？集合是什么？集合就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是吧？你把你认为有相关的东西，把它放在那个集合里面，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个篮子就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啊。属性相似的啦，或者是说你可以，当然这个属性相似怎么去定义，基本上在数学上当然它有比较严谨的定义。那我们在这边把结构这种概念的东西把它当成是一个集合，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结构里面你可以去放整数的变数，你可以去放实数的变数，你可以去放自圆自串的变数，你可以去放阵列的变数，就在这个结构里面呢，你可以去宣告它有很多种东西，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一起，然后把它定义成一个结构。那你下次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在用这个结构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结构里面就是有这些类似它的 element， 就集合里面不是 有那个叫元素吗？对不对？ 集合是不是有元素？每个集合不是都有元素吗？那一样啊，结构里面我们说它类比成一个集合啊，它所以这个结构里面它可能今天你可以自己去定义，里面有整数的变数，有实数的变数，有自圆自串或阵列都可以。那每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元素啊。那这些结构反正就是它可以组合起来，然后可以做比较复杂的这个资料运算了哈。那 anyway 你不管，反正那这个结构的名称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了哈。那这边 file 我们说它是一个 keyword， 这个是C language 或 C 的 compiler 里面，它自己去定义，用那个 stdio.h 啊，就是我们那个 standardio 啊点 h 那个 header， 它是已经去定义好了一个结构，叫做 file 啊，所以这个就类似一个 keyword， 类似 int 或 float 或者是 cha 这种东西，就是已经 stdio 里面已经去定义好的一个 keyword 关键字，你就是把它用就对了啊，所以叫做 file。那这个 file 本身我们说它是一个结构概念，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指标啦啊，结构，但是它本身又是一个指标，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标概念。所以我们在处理档案的过程中间啊，我们在处理档案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把这个档案呢存在一个叫做 file 的一个它所定义出来的结构的指标里面啊。那怎么去定义，我们待会就看例子就知道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 file 这个东西反正它已经定义好了，在什么，在 stdio.h哦，在这个 include file 里面它已经定义好了，所以我们就拿来用就对了啊。那 file 这个 file 的结构就是让你去打开一个从档案从那个硬碟里面去读资料，读一个资料读一个档案进来的一个所谓的指标的串流啊。那这个资料啊，这个档案本身应该是一个位元的串流，所以它一定要对搭配一个什么？搭配一个 file 结构的这个指标，所以它要有对应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标准输出跟标准输入这个东西，就是已经 更明确的是它已经就定义好，就是 stdin 它其实就是一个指标已经定义好，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自己要处理的资料的话，你可以用 file 这个方式去处理。这个当然现在看起来有点模糊，我们待会看例子就知道。那另外 stdio 里面我们也有一些函式，这些函式可以用档来专门去读档案的资料啊，或者是写入资料到档案。那我们之前的读资料啦、写资料都是到荧幕嘛啊，就从键盘或者从荧幕输出，或者是从键盘读资料进来，然后从荧幕输出。
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像是 get CHAR 对不对？ get CHAR 就是从键盘读什么？读字串字源进来嘛，对不对？那我们在 STDL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 fgetc 啊，这个函数。那 fgetc 这个前面加一个 f， 基本上大概就是跟档案或者跟串流有关系的了啊，所以这两个其实蛮类似的，只不过这个 getchar 是直接就是从标准输入读资料进来，那 fgetc 呢其实是从一个资料串流里面去读资料进来啊，读一个字源进来了啊，所以这两个其实有点类似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把 fgetc 哈这个函数它里面的这个 point 指标呢写成 stdin 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东西就跟这个什么get CHA 这边写错了哈 ，get CHAR 了哈，这个 fget C standard input 其实就跟你的 get CHAR 是一样的东西哈，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之前有一个 put character 啊 ，put CHAR， 那也是要在荧幕输出一个字源，对不对？这个有没有看过？我有没有用过？没有吗？啊，没有，反正这个 put get。get CHAR 跟 put CHAR 就是专门针对一个字源而已了、哦、那都是从键盘读或是从萤幕输出，那 fput C 呢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如果我们 put character 的 A、啊、如果我们要把一个 A 字源输出在萤幕的话，那你如果要用 fput C 也可以了、啊、那就是 fput C 然后 A、啊、单引号引起来，然后它这边的串流是什么，串流的指标就是 stdout、啊、stdout 是一样的东西、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 fget s 跟 fput s， 那这个你们大家就可以猜到了，前面有加 f 就是我们说过它是从这个串流嘛，从一个所谓的档案的串流，那 s 呢跟刚才的 c 当然对应是什么， c 是 character 的， s 就代表什么 字串嘛，就 string、啊、那 fput s 一样就是在从一个资料串流那边去输入、去输出了、啊、输出一个字串。那另外 fscanf 跟 fprintf 这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把 f 拿掉之后 scanf 是什么， scanf 是做什么，读从哪边读，从键盘读，对不对？那 f 呢就是变成从资料串流里面去读，就这样。那 printf 最常用啦， printf 就直接怎么样输出到哪里，萤幕，那如果 fprintf 呢就输出到档案的串流啊，输入到档案的串流，所以我们要把资料存到档案里面去，大部分常用就是 fprintf 啊，所以这些函数都是什么，都是 stdio 里面它内建的函数，让我们来将资料从档案读出来，或者是将资料存入到档案里面去的一些函数啊，所以这几个会常用。好，我们接下来直接看例子哈。那刚才提到这个 file 的东西，是我们这边这个例子就会用到了啊。那这个例子也很简单啦、啊、就是这个例子一开始就让你们先去把一个就是先用键盘去输入，然后呢把键盘输入的东西存到哪里，存到档案里面去啊，先存到档案去。那这个里面它把它应用在什么，应收账款啊，当然这个课本的例子比较 general 啊，不是比较，其实我们以后会常用的哈，有可能会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在，毕竟我们是比较理工的嘛哈，所以我们大概很多会做一些就是一些数学的运算，所以你可能会读一些资料进来，然后读资料进来以后做一些数学的运算哈，这个下午我们的练习啊，实习课就会让大家练习这一部分。那这边的例子，课本的例子都是比较商业化的那种东西啦哈，比较 general 的商业化的东西。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叫循序存取、啊、那什么叫这刚才有没有提到这个、啊、循序存取的概念，一般来说我们的档案当然就是刚说过它就类似串流一样，一笔一笔一个位元一个位元去存，对不对？但是它在存资料的时候，有可能你们最常看到的档案的形态，它可能就是一笔资料一个 record， 一笔资料一笔资料这样去读、啊、就像我们之前看过的学生的成绩啊，这个编号001的这个学生、哦、姓名什么，然后他的成绩国音数，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笔资料，那一笔资料大概都是横的嘛、啊、都是横的，那个就是一个 record、啊、我们英文叫 一个 record。 那第二笔资料可能就第二个学生，然后同样国音数，对不对？那他这样排列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构成资料的一个概念嘛、啊、
那这个是一个叫做循序，就是有 sequence， 就是反正第一笔资料、第二笔资料、第三笔资料，就是这样一笔资料一笔资料进来。那我们现在这个档案呢，我们要把它建构成是一个是可以循序去存取它的啊，那可以循序存取它，就是把它按照一笔资料一笔资料去把它存到我们的资料里面去了啊。那这里面的资料可能就是跟你要所谓的要收的账款有关系了哈，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这个程式是首先你要先从萤幕去输资料，然后呢输什么资料？输客户的账号名称，还有他的余额了哈，就是所谓的余额，反正就是他可能他的 balance， 就是说他剩下跟公司的交易过程中间，他大概还欠公司多少钱，或者是我们公司还欠他多少钱，或者是没有欠多少钱，反正这些就是这个一个余额哈，余额的概念。那所以这个是要先输入哈，那输入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存到档案啊，存到这个硬碟里面的某一个档案。那这样就是这是这个程式要做的东西了哈。那当然我们刚刚说过，每一个客户的资料是一笔记录，就是一个横向的，就是一个 record 啊。那这个程式就在做这个动作，所以它要从keyboard 里面去输资料进去，然后呢再做透过这个程式去把它存到什么，存到那个电脑啊，存到那个我们的电脑的档案。那当然了，你可以说我们不用这么麻烦啦，你直接用一个文字编辑器，或者用一个什么文书编译器，你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打了，对不对？就可以直接这样打也可以啦啊。但是这个就只是一个 demo， 让你们说可以利用这种方式，这个程式去做这样的一个从键盘输入资料，然后存到啊，存到电脑档案。好，怎么弄呢？我们直接先来看程式好了。这边只要 include standard.io.h 啊，然后主程式这边 unsigned 有 account， 然后姓名 character name 30 double balance 啊，然后最重要一开始就这个了。我们说过，你要开一个档案，因为我们今天要开一个档案去存资料进去啊。开一个档案存资料进去，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是要宣告这个档案的什么，它的指标啊，它的串流的指标。所以它用的方式类似在宣告啊，宣告什么？用 file 这个 keyword 去宣告一个指标，就类似我们在宣告 int star 什么 endpoint， 对不对？一样的东西，今天只不过它是一个 file， 是一个串流的指标。啊，不是 int， 也不是 float， 也不是 char， 所以它是一个 file 的啊。那这个 file 的 keyword 完了之后呢，你接下来当然它是一个指标啦，所以指标你在宣告的时候前面要不要加星号？要不要？要嘛啊，星号，所以 cfptr。好，那这个就代表我们接下来要用这个东西，用这个指标来搭配我们的什么？搭配我们的档案的位置啊，所以用来指到档案。好。那所以这边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利用 file 这个结构指标哈，来就是反正你宣告 file star cfpt 啊，就是让来用把这个指标指到这样的一个 file 的结构里面了啊。好，那这只是定义一个指标而已啊。那接下来你要把这个指标跟你的档案名称做对应啊。那接下来要用一个函式叫做 fopen 啊 ，fopen 就是档案打开的意思嘛啊，顾名思义，简单就这样。那 fopen 呢，它的写法是什么？它的写法就是它会有两个引数哈，一个叫做用双引号引起来的这个写 client.dat 啊 ，client.dat 这个就是代表档案的名称了哈，就是在对同样在这个程式里面哈，这个档案的名称是什么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引数叫做它的档案开启模式哈，就是我今天把这档案开来做什么？我把它打开来是要来做 writing。要来写资料，还是用来读资料啊？还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之后会谈叫 append， 在附加资料啊。所以它会用这个方式叫 fopen。所以我们这边的写法写成这样 ：fopen， 然后呢双引号 clients.dat， 然后逗号，然后双引号一样再一个 w。那 w 当然顾名思义就是 write 啊，就是我要开这个 client.dat 的档案来干嘛？来写入资料啊，用 fopen。好，那这个 fopen 是一个函式啊，函式会不会传回资料？会啊，对不对？那这个 fopen 这个东西是一个它内建的函式啊，它内建函式，它打开这个资料之后呢，要干嘛？打开资料之后，它会传回一个
传回一个数字啊，哈，传一个数字。那不管他传回什么数字，只要不是 null 就好了哈。如果你没有办法 fopen， 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有办法去开这个档案的话，哦，所谓没有开这个档案有两跟档案不存在是两件事情哦哈。档案不存在，你就说开不起来嘛，对不对？也是开不起来啊，对。但是这边如果用 fopen 的情况之下，比较特别是档案如果不存在，你用 fopen 去开这个 clients.dat， 因为你一开始你这个目录啊，你这个程式的目录下面可能没有这个什么 clients.dat 啊，对不对？那你没有这个程式，没有这个档案不存在的情况之下，你用 fopen， 它自己会先去把它建立一个新档案，这个档案的名称就叫 clients.dat。这不代表开不起来啊，这只是代表档案不存在，但是我因为用 fopen， 所以它会因为不存在，所以我会把它开成一个新的档案。那如果档案没办法开启呢？档案没办法开启，一般是什么？有可能是说这个档案的属性，或者是这个档案的这个它有保护啦啊。你们有没有碰过，在你的档案总管里面，你尝试要开一个档案是开不起来的，因为它是有被保护的。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你们都很少碰过了啊。在档案里面，在所有的作业系统里面，它有些档案是它不让你开启的，它设成是保护的。那这个是避免你们去乱动它嘛，对不对？啊，像有很多这个 system 的档案、系统的档案，它不让你去开它，所以它把它设成保护的模式。当你的档案如果设成保护模式，你就程式就没办法去把它打开啊。所以类似这种概念啦，如果这个档案是没有办法开启的时候呢，它会传回一个叫 null 啊。那如果是可以开启，或不管它有没有开启的哈，不管这个档 fopen 这个档案不管有没有存在或存在，它都会传回一个不是 null 的值啊，不是 null 的值。那既然不是 null 的值，所以它重点就在区分这两个东西了啊，区分如果是不没办法开启就是 null， 那如果可以开启的话，反正它就会传回一个不是 null 的一个值。那当然不是 null 的值，就代表是可以去接着去处理它的了啊。所以 fopen。它会如果是可以开启的话啊，如果是反正可以处理的话呢，即便不存在，它会建立一个新档案。如果存在的话呢，这个档案如果原先 clients.dat 原本就存在的话，那我今天把它开来做写入资料的话，那这个程式会怎么样？这个程式会把原先的内容呢，就是原来这个档案里面的内容，它会完全把它杠掉了啊，就把它丢掉了。然后重新去写入你新的资料啊，所以这个要很注意哈。如果你这个档案里面已经有新的，已经有资料的话，你再开用 fopen 去打开它来写资料的话，这个档案里面的资料就完全被洗掉了啊。来读新，它会来写入新的资料啊。所以利用这个 fopen 的这个特性呢，我们在这个程式里面就可以写成这样啊，就是用一个判断式了啊。If这个 fopen client.dat write 啊，这个如果传回一个值，它会传回一个就是指标值了啊。如果它不是 null， 我刚刚说过嘛， null 是什么？ null 就是开不起来啊，这个档案是有被保护的，是开不起来的情况之下，它就会传回 null。 如果传回的值是存在哪里？当然是存到这个它对应的这个 file 啊，这个 file 的指标啊， file point cf point。 那这个 cf point 传进来的过程中，这个整个括弧起来就代表这个 CA point 值，这个值如果等于 null 的话呢，那它就接下来就是输出这个了啊， put as 就是 file could not be open， 就是没办法打开。那否则的话呢，它就会去传回这个档案它所在的什么，它的 point， 它的对应的这个 file 所对应的这个指标的位置，记忆体的位置。那当然这个记忆体的位置一定绝对不会是0嘛，绝对不会是 null， 所以这时候就到 else 啊，就到 else。这个很简单嘛，所以这边的判断就是只有 if 跟 else。 if 如果这个档案没办法打开，我们就程式就结束了，就然后告诉你说程式没办法打开。那如果是可以打开的话，不管它今天是新建或者是开既有的东西，它都会把这个东西啊，这个 clients.dat 的这个串流资料串流档案的串流存到什么，存到这个 CA point 这个指标里面来。那接下来 else 这部分就接下来做这些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动作啊。好，那所以接下来 else 在处理的动作就是要提示你去做什么档案的输入啊。所以这边 put s 两个 put s， 然后呢一个 print f， 这些都是要让你，这等于是提示字源啦 啊提示字源让你要去能够输资料。那提示字源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它搭配一个 scan f，
那这边 scanf 就你们常用的是什么？就是从 keyword 去读资料进来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 scanf 从资料从 keyboard 去输入它的 account， 它的这个客户的名称，还有它的余额啊 balance。那因为 account 跟 balance 都是一个 int， 一个是 double 啊，所以这个它在 scanf 要用这个 ampersand， 对不对？那 name 本身就是一个 pointer 的概念，所以直接这样去读。好，所以这个 else 接下来这边是读第一笔资料啊，等于是从 keyboard 去读第一笔资料。读完第一笔资料之后，接下来他做什么动作呢？他等一下连续去输资料进去了，所以他这边用的方法是先读第一笔资料进来，读第一笔资料进来 scanf 完之后呢，他接下来就是 接这个 while 这个回圈。那这个回圈呢在做什么动作呢？好，因为我们今天是从键盘输资料进来，所以他去 while， 然后呢去用这个东西叫做 feof。FEOF 我不太记得我们到底有没有用过了啊？你们以前有没有印象中我们有用过 FEOF？ 没有是吧？好，没有，反正也很简单啦。FEOF 就是 EOF 是什么 ？EOF 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就是 End of File 嘛。那 End of File， 但是这边前面再加一个 F， 就代表它是从串流里面去看它是不是 End of File 啊？那我们今天的串流是先从键盘去打资料进来啊。所以我要从键盘去告诉他已经结束输入的时候，所以我们这边的键盘的串流是什么？键盘的串流是 stdin 啊，这个不用宣告嘛，因为这是内建程式一执行，它就会有这个 stdin。那我们自己在用的串流是什么？我们自己在用的串流是 cfptr， 是档案的啊，档案的串流是这个啊，档案的串流是这个。那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把它从键盘读资料进来去存到这个 CFPTR， 好，所以但是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判断你要不要 terminate， 就结束你的输入的时候呢，你是用 while 这个，然后搭配这个 FEOF。 那 FEOF 这个函数在干嘛？再来拉来看这边好了，好，这个 FEOF 在判断什么？判断某一个资料串流是不是已经到达它的所谓的叫档案的结尾记号啊，档案的结尾记号。所以那这边我们为什么用 stdin？ 因为我们今天是从键盘输资料，所以键盘本身输资料，本身也是一个资料的串流。那这个档案的结尾记号哈，档案的结尾记号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不同作业系统有不同的这个档案结尾记号的一个组合了哈。在 Windows 里面呢是 Ctrl Z 啊，所以你之前有没有输资料输到最后用要把它结束是用什么？打 Ctrl Z 的， Ctrl Z 就代表 End of File 的概念，只不过这个 End of File 是什么？是键盘的 End of File、啊、那其实在真的档案里面它也有一个你看不到的 marker， 那个记号，那个记号其实就类似 Ctrl Z、啊、所以在 Windows 是 Ctrl Z。 那你如果是 在其他的 Linux 的或 Unix 的或 Mac， 它的 End of File 是 Ctrl D、啊啊、这个其实就是看你今天是什么作业系统、啊、那我们大部分如果是 Windows Ctrl Z。 好，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今天如果从键盘输入资料进来的时候，如果今天没有输入 Ctrl Z 的话，它就不是 End of File 嘛、啊、就不是 End of File。 所以这个回圈会怎么样？会一直执行到什么？执行到你输入 Ctrl Z 嘛，对不对？好好，那如果那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程式一开始 else 完之后，它先读一笔资料进来，所以第一笔资料一定会被读进来。读进来之后呢，因为读进来之后，这个 stdin 当然不是 end of file 嘛，所以它接下来就做 while 里面的这些动作。那 while 这个动作是什么？这个就是把我们刚才读进来的 account name 跟 balance 存到哪里，把它写到哪边，写到这个 cfptr。 所以你记得以前我们写 printf 是什么？ printf 的跟这个 printf 有什么差别？这边仔细看，差别在哪边？ printf 跟那个什么，我们的 printf 的差别在哪边？差别在它前面这个什么，多了一个串流指标而已嘛，对不对？我们之前的 printf 是没有这个串流指标，就直接后面的什么 converter， 然后在后面的变数嘛。那现在你要把它把这些东西输到这个什么？输到这个档案里面的时候，你就要给它一个串流指标，所以我们就是 fprintf 然后 cfptr， 然后这样把它输进去。好，那这样已经把第一笔资料输进去了，对不对？好，这是存到这个档案里面了。
那接下来你还是要在 printf， 那这个时候 printf 不是把它输到档案，这时候是在萤幕上再输第二个提示字元、啊、等于再输下一个提示字啦、啊、然后呢接下来再去 scanf， 再去从 keyboard 里面去输入资料，那这个输入资料如果是输入正常的资料，当然就回到这边来又继续再做这个 fprintf。那如果你这边的 scanf 在读资料的时候你直接按 Ctrl Z 呢，当然它就跳开什么，跳开这个 while 的回圈了、哦、那跳开这个 while 回圈之后呢，那就代表了这个 while 的回圈结束了，那这个时候还是在 else 里面、哦哦、那最后我们要离开这个程式之前记得哈，档案当你把它打开用一个 point 打开的时候，你还要用一个函数去把它关起来、哦、要打开总是要关起来嘛、哦、所以刚才是用 fopen 去把它打开，那当你的档案输入都处理完之后，你要结束它离开程式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把它用 fclose 啊，这是另外一个函数，然后对应它的这个什么资料串流档案的资料串流的这个 point 去把它 close 起来，然后才能够离开这个程式啊。如果这边没有 fclose 的话呢，一般来说它就会造成一些可能它的记忆体会有一些问题啊。好，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从资料啊，从键盘读资料，然后存在这个档案里面哈、啊。所以它这边有一个例子哈。啊他这边前面的就是两个提示字嘛、啊、然后呢问号，接下来你就输100 John 24.98 类似这样，那接下来又输入问号、啊、接下来他又提示字元问号，然后接下来输入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然后最后你按一个 Ctrl Z 结束了，结束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他把它 close 掉就离开程式，那这时候你再回去你的电脑看，你就会在电脑里面多跑出一个什么，跑出一个 clients.dat 的资料就跑出来了、哦、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开一个档案、哦、开一个档案然后去读资料、去存资料了、哦、从键盘存资料进来。好，我们练习一下、哦、就是这个档案当然要让你们打太麻烦了，我们把这个档案传给你们，你们自己在电脑上面 compile 一下看看、哦、然后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我看一下哈，你们收到？好，收到，就开始编译。你直接把它编译，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它怎么去。那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了啊。你们就按照课本的例子哈，执行的过程中，按照课本例子把那五笔资料输进去。几笔？五笔嘛，哈。你按照他的例子把它输进去，我们待会还会以这个例子当成是接续的其他程式的应用，哈。或者是你如果要看它里面的内容 ，client.dat， 你可以在那个 command prompt 啊，在那个黑盒子里面下一个指令叫做 more，more， 然后呢加那个档案名称，它就会把它列出来 ，more， 然后空一格档案名称就可以了。好了，这个。这当然人家写好的程式啊，很简单，但是 你自己要再去看一下那个程式，它的那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它怎么样去读资料进来，然后让它能够一直循环到最后，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谓叫循序性的一个读资料的处理啊，循序啊，就是 sequence，所以它的做法你要很特别注意，它就是用 if else 这个架构去判断，所以它这个 else 其实还蛮长的，这 else 一直到最后了、啊、几乎在你的主程式的前面这个括弧、啊、所以是 end of else 在这边，那它这边的 else 都是在处理这些资料、啊、这是课本用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当然你不一定要按照它的方式啦，但是你可以去模仿它的方式去写程式、啊、好啦、啊、都练习了吗？来了，今天那就下课吧，先休息一下。